反正大不了就把它下车啊。老板，干活的花。哦，干，在那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小人。你要说，浩哥推一下。哦哦，好，好的。看他妈小好的，推了。干你留下你！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说我也会去啊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去啊！我自己去。你说你，你说你 ，two 哦 ，we go to two。你说你，说你。换一个，换一个路走走，换一个路走走。哎，看这样直播嘞，直播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不看他，不是我播下去，滑整个滑掉，好看，可以啊，就说你刚刚吃过麦当劳吗？门清一摸三，不行不行，看他最后不行。文青一木三三个花三个字，庄家凑一色啊，几万个？一二三四万个，四万个。敢？那怎么可能可以算？这样子我也算。我这把还他妈不剪，让大家十九觉得不算的，他妈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各位，就来了，就来了，可以干嘛？套杯啊，十九台啊，十九台是不是？我是觉得呢，哦，好了，十九台，二十二点。苗姐，赵红问说，如果本身有另外两个案客，最后三四四四五万和另外一个对子听对对，然后最后别人放枪四万，这样可以算三案客案中动吗？可以算三案客，因为你把三五拿出来，其实本来就有四万的案客嘛，配上你另外两个案客的话，其实就有三个案客。但是能不能算中动呢？这个要看地方，有些地方呢是玩你只要抓得出来，例如说你把三五抓出来可以算中动的话，就有多一台，所以这个要看地方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影片拍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